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。让这些凡人瞧瞧你们的真面目。你以为时间站在谁那边？在我这边。有什么麻烦吗？哦，那条绳子又在烧了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根据我的推算，你能冷静一点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照耀着我的光芒吧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样本似乎很完美。为了黑暗主宰，我叫的完工了。
愿祖灵保佑你。雪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都交给我吧。等等，太多了。猎人，大家都会犯错。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生命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。大家都会犯错。交给我吧。等等，太多了。
我是龙族运河，你可别慌。欢迎你啊！我来提醒你，你的对手可不简单。副作用，我们的秘方解放了。虚无中的回响。
嗨，注意你的脚步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们的冰冻天赋保护了我们，副作用当然没有。来吧，一起祈祷。就是最大的宝藏，让这些凡人瞧瞧你们的真面目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，搞清楚你的身份。寒冰剑，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死亡终结一切。
主宰！让这些凡人瞧瞧你们的真面目！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师傅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疯狂！别想叫我服从，但是你会。
而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要学分了。我会想你的。